撕裂就是武天前失踪的运动员周荣光。考虑到甄发渗漏的因素，至少有1800到2000以上的血液不在体内。凶手对血液有特殊的偏好，甚至可以说他对鲜血极度渴求。背后的人是一个还是两个？血是他的粮食，是他的最终目的。 想要饲养血液，我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魏的情感只会蒙蔽真相。冷静，不是冷漠。你嫉恶如仇，是什么在束缚着你？你以为自己是谁？能看透所有人？有假象，就有真相；有反，就有真。 看穿别人的同时留神，别把自己丢了。有人会因为你的鲁莽而死的。你要胜一场，死者凶手都是失败者。我永远也不会变得跟你一样，你身上背负了太多无谓的情感。这就是你的心结，是为了天才而天才，为了警察而警察。